这个球出棒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，哇，又转打点啊，蔡胜夫反方向的一个进攻啊，敲出了安打，带有打点。这场比赛分数到四局的上半出现了变化，吉利珊瑚又是靠着蔡胜夫目前联盟的打点王再赚一分的打点 ，Jimenez 回来得分1-0。打点王今天不落鬼了哦，前面是被三振了，第二次的攻击得点圈的攻击机会就送了回来。是。我这个球看起来好像是蝴蝶球。Knock ball.